在当今娱乐圈，年轻帅气有演技的男演员不在少数，比如李易峰、杨洋、陈伟霆、张艺兴的。而今天小编要说的这位出道14年龄飞吻娶初恋独宠12年，他就是王雷。王雷1982年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，华语影视男演员、流行乐歌手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2000级表演系本科。2004年出演个人首播电视剧《大玉女》，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。一直以来，王雷给观众的第一印象年轻帅气，脚踏实地，是一位非常低调的男演员。妻子李小萌也是一名演员，先后出演了《大玉女》、《我不是女生》、《离婚潜规则》、《第一次亲密接触》、《平凡的世界》等经典影视作品。王雷和李小萌因拍摄《大玉女》而坠入爱河，作为彼此的初恋，两人都是更加珍惜彼此。婚后的王雷特别宠爱妻子，为了李小萌甚至拒拍本戏。如今两人相爱12年，一直以来都默默无闻的在演戏，不博眼球，不炒作，生活中的他们也是非常幸福。婚后的李小萌看起来像一个少女，与丈夫王雷在一起